定向结构板，主营无尘人造板制造、深加工及销售，是国内规模最大、技术水平最高、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水平最为先进的加拿大优质松木，确保品质，源于实木，优于实木。采用无醛、无苯且可做水煮实验的 MDI 胶水，致力于零甲醛环保理念，开创无醛人造板新时代，引进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，采用世界顶级的加拿大凯登长材刨片机、捷奇马克热能系统、德国迪芬巴赫调拌胶系统、德国迪芬巴赫铺装生产线、德国宝盟全自动剪板、瑞士史丹利蒙砂光机、德国安通书本具等国际先进生产设备，开启人造板工业 4.0 时代，走在产业现代化前沿，采用国际先进生产工艺技术，全智能化生产流程，产品经过长材刨片、干燥、筛选、拌胶、五层定向铺装、热压、砂光、锯切、打包等十几道工序层层把控。公司主营 OSB 定向结构板和 LSB 可视面定向结构板。 OSB 定向结构板选用优质原木爆花肠，经过多道铺装工序，强度高，稳定性好， OSB 耐久性及防潮性优良，膨胀系数小，不变形，材质均匀，握钉力高，胶粘剂采用无醛的 MD 胶水，环保无醛，是传统爆花板的升级换代产品，从真正意义上生产出了达到进口标准的 OSB。 LSB 可视面定向结构板涵盖 OSB 所有优点，在其上下两个表层进行细料铺装而成的板材，弥补了定向结构板因大爆花裸露而不可直接视面的缺陷。 LSB 可视面定向结构板上下表面铺装有均匀细料，使得其表面光滑平整，可视面性强的特点，而其新层又是由大爆片五层定向铺装而成，所以又具有定向结构板的特性，完全满足了各种饰面加工，使高端定制家居更加多元化。 OSB LSB 无醛添加，绿色环保，产品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及安全检测，取得板材中国十环认证、 F4 星认证、美国 EPA NAF 无醛豁免认证证书。作为全国生态人造板优质供应商， OSB LSB 两大产品主要用于高端定制家具、轻钢别墅及高档装修，已与索菲亚、欧派、好莱克、兔宝宝等全球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，享誉全国。